喂，你好，泡眼动物，好，爸来了，来，你看到啊，叫啊，徒弟，给我找鞋子，那拿起来了，哎，还没来，好。杨翔宇是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司法所的所长。临溪司法所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最北端，距离县城14公里。一个所承担了14个行政村和一个社区的司法行政工作。所长杨翔宇刚刚接到的电话是说，他们辖区内的城阳八寨景区出现了一起群众纠纷，需要紧急处理。化解不及时，有可能就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在自媒体时代，大量的传播，这时候的话影响整体的那个景区形象，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处理。发生群众纠纷的是城阳八寨景区中的城阳村。城阳八寨景区由八个侗寨组成，常住人口3万多人。这里是三江侗族自治县旅游开发最早、景观最美的侗族村寨，每年来此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杨翔宇清楚，这里出现了任何纠纷都不是小事，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恶劣的影响。要收给两个，就要管两个。小管这个提着管打进来哟，管别都闷我们来。管个咋地？管咋地？家就不打进来，伢就管溜家不溜进来。还能管溜溜进来？那伢汗脏汗来了，汗来了就肯定脏来了，还得给他弄了这个么子？这汗悄悄汗来了，伢我再么家又干了，我一肚子火了，那什么来了？矛盾纠纷发生在城阳村第6村民小组。这两座吊脚楼之间狭长的过道是附近10几家农户通往稻田最近的一条路。这条路原本要宽一些，因为吴玉东家新建的房子挤占了一部分面积，这才变窄了。在打稻谷的农忙时节，为了方便农业机械的进出，这10几户村民计划自己动手修整这条农用路，而这引起了吴玉东老人和他儿子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修路后一旦下雨排水不畅，自家房屋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坚决要求在道路两侧修一条排水沟。对此，要修路的10几户村民不同意，他们觉得吴玉东家建房私自多占了路，双方就此发生了激烈争吵。原来跟滚的已经比那硬框了一块。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方为了农事要修路，一方怕修路之后排水不利淹了房子。对于矛盾双方来讲，这涉及的可都是切身利益，而且从他们自身的立场考虑，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不是无理取闹。其实这种不是非黑即白的矛盾，往往是最难处理的，稍微不妥当都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那么司法所的调解员们能不能端平这碗水，能不能拿出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家长里短的大小矛盾，他们耐心调解，可以吗？就两边做高点就完了吗？可以是吧？为了美丽侗寨，他们不畏辛劳，一马当先，维护群众利益，守卫一方安宁。他们勇担当，善作为，活跃在司法第一线。侗寨守望者一线正在播出。充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和矛盾双方各自的主张后，所长杨翔宇心里有了底。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十分清楚，要想调解成功，坚持公允，努力维护每一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最重要的。关于这起纠纷，先确认吴玉东家的房子是否存在非法侵占道路的问题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水密物。浙江他那边都来量出来的啊，水密物。他这是以水密物来登记是十二米嘛？嗯，十二米。我们量了左右的那个距离，刚好是没有超过，没有超过，超过的他自行已经拆除了。那说明的话，他是有这个退让的意愿。村民六组的话，保证通行的情况下啊，要维护好他这边的房子。吴玉东家房产证上标注的房子宽度是十二米，而经过现场仔细丈量，房子的实际宽度只有11.5米，这就意味着吴玉东家的房子不存在私自占路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在不损害吴家房屋的前提下，保障其他村民的合法通行权呢？临溪司法所的三位调解员在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这三名调解员都是地地道道的侗家人，他们会说方言，也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善于交流，这是他们在调解过程中的优势。沟通无障碍，也方便他们更好地融入群众，解决问题。针对本次纠纷，调解员们很快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们的话，两边都做高点，中间做低点，那个水的话是从中间流过去就完了，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排水沟，因为的话这里不是那个水池化粪池走的那条沟，那这时候只有那个日常的那个下雨天啊，那个水能够流过去就行了吗？可以吗？就两边做高点就完了吗？可以是吧？调解员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修路的过程中，把道路两侧稍稍垫高，中间做低一些，这样就方便雨水流出，既保护了吴玉东家的房子，又不妨碍农户们通行。这个方案简单却不乏智慧，矛盾双方都愿意采纳。仅仅一个小时左右，这起突发性的纠纷事件就得以平息，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乡镇司法所的调解工作常常需要走村串寨，既耗时又耗力，调解往往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加班是常有的事。从城阳村的调解现场回到单位食堂，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杨湘宇和两名同事刚刚有时间坐下来吃顿午饭。高点，高点就得了。有时候群众到的晚，我们就必须等。开始跳的时候，可能11点多钟了，才开始。那这时候跳一两个小时，可能到1点多钟了。一般我们打电话给阿姨，阿姨就留到1点多钟，再晚阿姨就下班了。出去随便对付一下，吃个粉啊或者什么。临溪司法所只有3名工作人员，人少事多，任务重。所里的工作人员常常一天要连续跑好几个地方。匆匆吃过午饭，杨湘宇又和同事们赶往城阳景区做普法宣传。城阳八寨景区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东北部的临溪河畔，这里风景优美，民族风情浓郁。侗家独特的吊脚楼、鼓楼以及寨门、戏台随处可见。这里有中国保存最完好、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侗族木建筑群。景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筑和民居多是木质结构，一旦遭遇火灾，很难做到原汁原味的恢复。所以，防火知识宣传成了临溪司法所普法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防火压力大，是因为的话，一旦烧起来就火烧连营。我们平时的话，经常走村串寨检查一下消防物品，另外的话，做一下那个消防方面的法制宣传。
防患重于救灾，临溪司法所和八寨景区的消防部门联动普及消防知识，还安排专人定时定点在景区巡查排查火灾隐患，一旦发现异常，巡查员会第一时间通报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中间马子正在有金板号角风高的有乱箭。除了宣传消防知识，景区的琵琶歌普法工作也是临溪司法所普法宣传当中的一个重点。为了提高侗族百姓的法治观念，杨翔宇和同事们把和当地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村规民约与侗族喜闻乐见的琵琶歌相结合，创作了不少琵琶歌普法歌曲。这些年来，杨翔宇和同事们扎根基层，经常带领普法志愿者走入村寨，开展普法活动和法治宣讲。所长杨翔宇认真开展农村各项法治工作，帮助当地的冠洞村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020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引领下，杨翔宇和同事们又创建了三个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村等优秀法治组织。临溪司法所只有3名工作人员，管辖人口却有5万多。日常工作不仅包括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还要结合辖区的特色，与消防部门联动，安排专人在景区巡查排查火灾安全隐患。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最基层的组织结构，司法所的许多工作可谓是说易行难，充满挑战。儿子故意失联，继续老母肩负重担，一筹莫展，一次次探访，一次次奔走，他们最终能否帮助祖孙三人走出困境？侗寨守望者一线正在播出。吴大娘是高秀村村民，她的二儿子杨俊勇和妻子闹离婚，长期躲在外面，和家里失去联系。儿媳迫于生计外出打工，留下了2个孩子全靠吴大娘一个人照顾。吴大娘快70岁了，身体不太好，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祖孙三人的生活过得着实困难。无奈之下，吴大娘向临溪司法所求助。恁姐呀，你恁亲娘呀，去寻恁爷呀，也不行了，恁娘，你恁亲娘呀。调解员了解到，吴大娘一共有4个儿子，除了杨俊勇以外，其他3个都在外地务工。为了孩子读书方便，祖孙三人已经搬到了县城，暂时寄住在吴大娘的小儿子家里。此时在村里面常住的只有吴大娘的3儿媳，她会不会知道杨俊勇的下落呢？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临溪司法所办理群众问题时始终坚持的宗旨。为了帮助吴大娘找到儿子杨俊勇，调解员第一时间来到村子里了解情况。杨俊勇啊，他确实的话挺难找的，把孩子的话丢给他自己的妈妈，小孩的那个奶奶他也不管了，他老婆去外面打工了，这事情比较难办了。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现在我们去看看其他亲属能够联系上没有。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回来，负起一个男人该负起的责任。毕竟他2个小孩都这么大了，联系一段时间他也觉得我们很烦嘛，然后就把我们直接都拉黑了，现在都没有人联系得上他。
那的话，村里面其他人跟他，哪些人有往来的话，能够大概能找到他，他的玩伴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亲戚都行。这也都不知道了。都村里面没有常联系的人吗？没有。没有是吧？嗯。杨俊勇就真的联系不上了吗？调解员不想就此放弃。离开高秀村，他们又驱车40多公里，急匆匆地赶往三江县城，想到杨俊勇小儿子的学校，再了解些情况。学校里面搞家校活动嘛，是吧？现在杨俊勇的话回来过没有？没有，没有参加过学校任何活动，没有，是吧？嗯，杨果的妈妈来说，她还是比较关心杨果的一些费用，比如说她的学习用具，她想买什么，她妈妈还是给她的。特别是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她说她不用接电话，然后管她，所以她当时在我们办公室就哭了。当时我感觉也挺大的。本身是一个挺开朗的孩子的，但是的话，因为某些事情让他变得低落，所以很辛苦。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也怕影响到他们学习，调解员并没有再去打扰孩子。但老师的话让调解员们有些揪心。他们很清楚，孩子缺失父爱，老人得不到赡养，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及时干预解决，很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但杨俊勇究竟在哪儿呢？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此时临溪镇高友村的鼓楼里还有一起离婚案的诉前调解等着处理，调解员们只得匆匆返回。有什么好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吗？大家好聚好散。他只是把那个钱给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离嘛。2021年9月，临溪镇高友村的韦女士向当地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请求。案件简单，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法院委托临溪司法所调解此案。经过了解，韦女士和丈夫的感情已经破裂。但是二人对于婚姻存续期间的1.7万元债务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摸清症结之后，调解员采取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展开工作。通过调解员反复的解释法理，讲明道理，3个小时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些可能激化的离婚纠纷，终于化干戈为玉帛。这件礼物的话，原来是一对，给你们一人一只。通过主持调解，你们在这里的话，也能够好合好散，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临溪司法所每年都要调解不少离婚案件，每次调解结束后，调解员都不忘叮嘱几句，虽然破镜难圆，但还是要妥善处理，和平分手。这也为当时双方避免了很多后续可能出现的矛盾摩擦。其实闹离婚前前后后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我们双方私底下谈过，根本谈不拢。今天司法所给出的调解结果，我很满意，同时也很感谢他们。从调解现场回到单位，调解员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将现场笔录录入系统，还要把每一起调解案例的受理登记表、现场调解记录、调解协议书等材料仔细的归档，实现一案一档，有据可查。有事能调，调后能解，这是一名调解员的基本功。乡镇司法所的工作涉及各行各业，人民调解案件类型复杂多样。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临溪司法所的调解团队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学习者的位置上，他们勤学细研，不断提高法律知识储备。所里的2名调解员都能熟练掌握人民调解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所长杨翔宇顺利通过了全国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
目前，他不仅是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公职律师，同时还担任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员。处理好手头的事情，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杨翔宇和同事们却没有下班。高秀村吴大娘家的事儿一直让他们放心不下。吴大娘的儿子杨俊勇不出现，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那么，该如何让这个男人尽快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呢？他的孩子拒绝赡养的时候，出现比较恶劣情况，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的时候，我们法律援助机关可以指派相应的律师帮他完成这个诉讼过程。为了让社会大众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切实维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在县一级司法局专门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人在申请通过之后，会由专业的律师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对此，吴大娘是怎样的想法？她会同意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解决问题吗？调解员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县城回访吴大娘。啊，没准备了，啊，那有理想尊重。如果我们没办法，那也没办法的。咱们爱妈也爱办法。哦。也可以私交办法院告，也可以的话就我们到司法局的话申请的法律援助啊，就帮点的话办法告。对对对。嗯，对。安排下集合定下，已经办个集那样的。仔细分析了当前的情况，杨翔宇向吴大娘耐心地讲解了法律援助的相关政策和申请流程。吴大娘表示，必要时愿意接受法律援助。今天走了很多路，问了很多人，打了很多电话，但是一直没联系上。有时候的话，同志们的话，辛苦这么多，感觉的话，有点气馁，但是不要紧嘛。有时候的话，群众找到我们这里，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一种托付。我们已经从事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很顺利的一蹴而就的能解决。这次不成功，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不断跟进，想办法，肯定能够有进展。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临溪司法所处理辖区内的婚姻家庭纠纷，也不都是事事顺利，一次就成功的。但是他们始终尽心尽力，不断跟进，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权益。可以说，基层的司法所是处在化解群众矛盾、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第一线。在工作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常有的事儿，该如何解决呢？这就需要不断探索更为科学的工作机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突然传来的消息，一份特殊的请求，跨区域工作，五联法宝将怎样发挥作用？动寨守望者一线正在播出。2021年重阳节这一天，在独洞镇林月村鼓楼前，来自湘黔桂三省区的乡镇领导、司法所所长、村干部和群众一起载歌载舞。这是一场什么活动呢？在湘黔桂三省区的交界处，有一座山，被称为三省坡。
坡顶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矗立着一座界碑。三省坡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有近50万少数民族群众世代生活在这里。山水相依，炊烟互见，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三省区边界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经常因为水源、林地、联姻等问题引发跨省区的纠纷。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势必会严重影响民族团结。一直以来，街边地区的和谐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能及时化解边界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2015年5月，广西柳州市司法局组织柳州、怀化、黔东南3市州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将黔桂三省坡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紧接着，柳州市司法局又推出创新举措，在湘黔桂边界地区率先建立了全国首个五联工作机制，即矛盾联防、纠纷联调、组织联建、普法联宣、法律联援。五联工作机制呢，对我们司法行政工作和基层处理矛盾纠纷呢，就有了很大帮助。我们就不再是单兵作战，我们能够集中三省的优势资源，对我们的处理矛盾呢，效率呢更加提高。吴义鹏所长在2021年5月刚到独栋司法所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独栋司法所的各项司法工作也在有序高效的运转。吴所长说，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得心应手地开展司法工作，主要得益于这项被称为法宝的五联工作机制，而因这项工作机制受益的远不止吴所长一人。哎，什么事啊？我请个假，我要去看外面怎么样，我想这个项目来。杨某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此时他正在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这天，杨某突然接到从贵州省黎平县传来的消息，说他的岳母病危，杨某需要陪妻子一同前往贵州。了解到杨某的特殊情况后，吴义鹏所长特事特办，立即给杨某岳母所在地的司法所打去了电话。哎，所长，哎，你好呀。我是独栋司法所的。我们现在有个社区矫正对象啊，他丈母娘就是我们水房那边的，他的丈母娘很病危，这边先让他到你们所来登记，作为我们一个地位监控，到时候我打电话跟中华联络他。就是我们好的，感谢啊。经过吴义鹏所长的沟通，贵州省黎平县当地司法所很快同意了对杨某进行协助管理的请求。杨某当天顺利赶到了贵州岳母家。这次来找吴所请假也是心里没底，没想到真批准我陪我老婆去贵州了。对我们矫正对象来说，体验到了法度，也感受了温度。独栋镇每个村寨中心都有鼓楼，每当遇到关乎寨子的重大事项，村民们都会在德高望重的寨老主持下在鼓楼里集体议事。独栋司法所充分借助这一民族特色，将一些重大难解的纠纷放到鼓楼里，邀请大家认同的寨老共同参与调解，这极大地增加了调解的成功率。2021年10月14日重阳节这天，这次的五联工作机制交流会就选在了鼓楼里举行。山水是包在一起的，那我们的心实际上也是包在一起的，都要时刻牢记团结这个具体，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
然后长号紧急着喊息，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拥号用沟通跟法报。但是啊，我建议啊，我们各个啊领导啊，还有我们各个村呐啊，互相之间啊，一定要留好这个联系方式，要经常保持沟通。上午10点多钟，会议结束后，鼓楼前的场地上热闹起来。三省区参会者和当地群众即将开展普法联宣活动，这是三省区交流会的最后一项内容。开款了！款在动语的意思即法律条文。由于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史上便通过讲款，把法律条款用诗歌的形式口头保存了下来。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法治意识，独栋司法所不断创新民族法治宣传教育的形式，把一些和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谱写成讲款词，由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在重大节日诵读。国家太平，社会安稳，人族有动作，美满开头，功败告身，面纲法治社会，凡事可法，有事可法。来到了把兵王三圣那破了呀，三圣破了呀，沿黑湖南那归就能梦梦啊刚啊三省坡周围的少数民族同根同源，民族文化生活习俗都很相近，他们能歌善舞。三省区的交流会便利用重要节日节点，邀请周边群众开展多耶、百家宴等民俗活动，在互动互访中增进边界人民群众的感情，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们常说亲戚亲戚，常走常亲，三省边界的群众呢，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我们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时候呢，如果直接跟他讲法律条文呢，可能有些群众不理解，抵触情绪，我们就充分利用他们这份情，在处理矛盾的时候呢，首先化解他们的情绪，让他们群众呢能够平静下来啊，心平气和的能够坐到一起，对我们下一步处理矛盾的时候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三江县司法局通过开展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全县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增强了责任担当，为民办实事的能力得到提升，司法行政工作得到长足发展。今后我局将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立足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法治需求，为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和民族团结做出积极的贡献。不因路远而却步，不因山高而畏缩。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司法行政工作者们始终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真心实意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用忠诚担当守望着一座座侗寨的和谐与安宁。司法所是中国基层司法运行机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行政系统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成员单位。近些年来，随着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基层司法所的履职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司法所在争做群众身边的和事佬、普法员、乡村振兴的法治护航人、法治政府建设的好参谋。他们正在用一个又一个实际行动，践行着立足基层、关注民生、司法为民、服务群众的初心使命。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